我今天就想跟你表白的，真的。我礼物都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从小就喜欢你，小满。可你就是个商人，他配不上小满。我不是那个可以跟你相伴一生的人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。 威尔 V 型卫生巾，V 型贴合动态防漏。目前古街、市集、回字楼都在稳定的推进当中，个别的方案我也在逐渐完善。研学的活动跟政府批示了，他们非常看重这个项目。啊，好，可言，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。 你能把整个御窑作为开发项目，视野很开阔，而且很新颖，我一定会大力的支持你的。好久没回北京了，过几天我得回北京一趟。一来呢，是你整的这个项目不小；二来呢，资金量确实巨大，所以我必须亲自回去一趟。你放心，过几天等我从北京回来。 我会把合同跟资金都给你带来的。呵呵呵呵。何长，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商场上还能遇到像您这么知心的朋友。啊，那个，你跟小满分手。 对你的打击不小吧？嗨，蚌壳之所以那么硬，那是因为内力太软。哎呀，你小子啊，平时装的跟没事人似的，我还不了解你。其实认识小满之后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，也学到了很多。 再急，也要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好。所以现在，我只期望我们能够赶快的做出成绩，把那些我曾经跟他谈过的那些抽象的理念，全部落实具体化。我希望他能更理解我。你们年轻人闹矛盾呀，其实就差一张嘴。说开了，很有可能就会峰回路转嘛。 但您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在感情这一条路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你给我打住啊！所以我还得再给你絮叨絮叨。很多东西啊，你现在可能意识不到，你现在不珍惜，将来必定会追悔莫及。男人嘛，事业、爱情都得好，行行行行行，讲着讲着，您嘴巴都干了。来来来，喝茶，<笑>多喝点。您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 感情这件事情，我自己处理。嗯，说实话，你也不见得比我懂多少。好了，<笑>照顾好自己啊！哎呀，啰嗦。Hello， 是我。 我今天见到陈小满了，你这儿有水不？给我整两口。没有。这什么环境呀，连水都没有。相比起来，陈小满过得可太好了，吃喝不愁的。不是吧，叔，这么深情啊？我跟小满已经分手了。 我跟你更没有话说。那听你的意思是，你还对陈小满有话要说？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招啊，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呢，或者有什么东西想给他的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作为报酬，请我吃一顿饭就好。好。这么爽快啊！可以走了吗？ 可以可以，我还有事儿呢。
那给你。那回头我把地址发你啊，拜拜。你们在这里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找我，我会尽力的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这不是我想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在不在公司，在什么岗位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回家了。我就是因为不想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才会选择回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你知道的。就算以后有人要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我也不希望那个人是你。我的冲动在对视你的那秒钟坠落，只有你才能懂，整个宇宙过分了你！我知道你是个老狐狸，但我没想到你连我你都阴。哎，就是你这是个，你陷我于不仁，你陷人家小姑娘于不义，知道吗？真的是太坏了！我不用你给我教什么叫不仁不义，你辜负了兄弟对你的信任，辜负了小姑娘对你的热情，不就吃个饭吗？干嘛不来呀？你躲着干什么？拿我当挡箭牌是不是？真的是胆小鬼！我跟你说这个事儿，我跟你没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太不厚道了！我帮你这么大个，他挂了。哎呀，那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我饿了。餐厅就一把伞啊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去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吃饱了吗？真好。你为什么喜欢柯岩啊？长得帅。哦，一见钟情。算是吧，反正就啪的一下，爱上了。这种事情要什么理由啊？确实，说着他都有点流口水了。你吃的一脸都是。我呢，跟柯岩是同班同学，我也是总裁，我只是没有那么霸道。我管理的人比他还多呢。哎，那我看今天就这样呗，这顿就当是你作为朋友替他向我道歉了。走了，下次见，老头。你的包没拿。路上滑别蹦啊。好的。啪。他们家这个茶好香啊。
喂。哎，小满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猜猜嘛，我在凌霄这儿呢。凌霄？怎么啦？你之前放在凌霄这儿的那套茶具被客人买走了。真的有人喜欢那几只杯子？对呀。人家也不是看你的宣传，也不知道你是谁，完全是喜欢你的词。开心吗，小满？嗯。再告诉你个坏消息啊，客人呢特别喜欢，想再要一套。但是呢，他是来余姚旅游的，只待一周，你得尽快再做一套。嗯，可以，我现在马上立刻回去做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你得先休息好，你这做不好，别人也不要啊。对不对？行，知道了。嗯，拜拜。嗯。怎么了？我之前做的几个杯子卖出去了，客人还多预定了几只。有人喜欢我的瓷器，有人卖我瓷器了。我就说的是吧，你就是最棒，以后你就专心搞创作，我就专心搞销售，我们一起冲冲冲。嗯。敬你。开心开心。这李子真不错。秦霄怎么跑我这儿啊？直播怎么样了？嗯，要说还行吧，其实看的人不多，偶尔能卖出那么一两件。尊哥倒是很努力，应该会越来越好吧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凌霄那儿的那套茶具不也有人订了吗？那我也不能总做那一种啊，光做好卖的。以后呢，本来想做这件事情，也是因为凌霄雪姬有人喜欢，他得到了认可，我呢有一种成就感、满足感。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些什么，那我就想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。嗯，你看这些都是客人在我这做的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，他们做的时候从来不考虑结果是什么样子的，过程很开心。谁不喜欢玩泥巴呢？所以啊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也很开心啊，过程中我也很享受。然后呢，那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风格呢？什么样的风格是大家喜欢的？我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才喜欢呢？笑什么？恭喜你，迈出了艺术家的第一步。几乎所有余姚的青年艺术家们都有过这个阶段，所以好好享受吧。啊，后面那几句话送给你。满天的繁星，我红着眼睛，放慢了脚步，结束了一天梦境，放空自己，安静着记录，疲累还要多久才能过去？不定义问着想要的是什么，直到那束光温暖着我，指引着我该怎么做。I'm more like shining The black is fly awesome day 身在黑暗中 shining 趁着光去遨游，过去的黑暗提醒我 shining The black is fly awesome day 黑暗中 shining
想要的，是什么值得那束光温暖着我，指引着我，我终于看见 The moonlight shining。小子，看看怎么样？好，好上家，好，太好了！我的太太。我跟小满，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我们是同事，然后也是室友，我们呢和一个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合租。对，我之前是做行政前台工作的哦，但是小满不是，小满呢他学历又好，工作能力又强，而且他特别喜欢不声不响照顾别人。之前我们三个合租的时候，工作虽然忙，但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因为大家嘛，其实可能也都是从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到大城市工作啊，生活。小满，他创作这个小时候系列的时候，他就想这些画面，其实都是他儿时记忆的一种复原，有一些瞬间的美好回忆，他记录下来，然后创作了这个小的时候的系列。对对对，啊。等等啊，稍等，小满，你知道咱们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人了吗？500人。500，大家喜欢我们，喜欢你的画。亲爱的友友们，我刚才光顾着跟你们介绍了，我没有发现咱们直播间已经有600人了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喜欢。对对对，这个小的时候系列，我可以再介绍其他幅给你们。好，我换一幅哈。对，还有这一幅。小满，1000人了。你知道我们这一周卖了多少吗？截止到昨天为止，183件，厉害吧？是不是特别多？我今天跟格子都已经打包好了，就等明天寄出去了。而且其中呢，还有好几件，都是寄北京的，感觉有点奇妙。那你累坏了吧？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在想，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。很好啊，哎，起名字了吗？之前格子的那个视频号就叫“满格生活”，我就想说沿用一下这个名字，叫“满格工作室”。挺好，恭喜啦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。其实也还没想好，之前去你那儿看过，去凌霄工作室也看过。环境大，然后又有格调，但是我自己的工作室要弄成什么样，我还没想好，脑子里面完全没有画面。哎，你明天要不要休息一下吧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哪儿啊？怎么样，电话打了吗？没打。马老已经回去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啊。这个事情不能有什么变故吧？现在大家都伸着手管我拿钱呢。行，那我再给你盘一遍啊。市集租期马上快到了，对吧？古镇的项目款到现在还没批下来，这个事情你知道的。我们所有的钱都已经拿来做回字楼了，啊。那这样吧，
回字楼改造项目先停下来不弄了。回字楼不能停，一停下来那些摆摊的手艺人全部没了收入来源。你说的这个我不知道吗？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确实拿不出来钱了呀。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实点？马老到底跟你怎么说的？是说回去盖个章子就回来吗？肯定是什么事情耽搁了，他很久才回去一次，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忙。那这样好了，我手头呢还有一些钱，垫一垫。我可保证不了拖多久啊。能拖多久拖多久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也快没收入了呀。你不能给我点一杯吗？点一瓶，再给我点一瓶。我们认识的很多人在这都有展位，这个是小李的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这挺有意思的。哼，顾客可以在这看书、打卡什么的。嗯。哦，这是水哥的。啊？他换风格了？对呀，不停的在变。这空间我特别喜欢，区别于以往那种商品的陈列。更像是博物馆里面的展览，每隔一段时间根据主题会换一下，然后这些产品都是设计师的，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创作。嗯，倒是挺有意思的。柯总，那我回去留一下。不急，慢慢看。这是瓷版画吧？嗯。玉瑶真是小啊。想见的不想见的都能碰上。你好啊，柯老板。好久不见。我已经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团队，也打算把回字楼打造成一个集合品牌，名字就叫回家，帮这边的独立手工艺人还有小型商铺做整体的推广营销，还有贩卖商品。挺好的。哦，对，是挺好的。我听说水哥他们这个月的收入都有提升。但柯老板，我提醒你，很多事情得慢慢来，急不得。哦，对了，小满也准备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了。恭喜。不用恭喜，还没正式做起来呢。有没有考虑要加入我们？回家这个品牌，将来我不会局限在这个地区，
我希望它扩散出去，帮助更多独立的手工艺人。营销的部分交给品牌，将来还会为这些手工艺人打造一个个人品牌的推广，还有形象的塑造，这样你们手工艺人们我就不用了。我相信你可以帮助那些手艺人做得更好，但我也希望你可以把握分寸，不要伤害他们。李邦，你对我已经完全不信任了是吗？他一个道歉。叶东。低沉，草木垂首，苍天流泪，大地悲鸣。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在这里悼念马牧之先生逝世，感谢马牧之先生生前的各位亲朋好友和同事，来送马先生最后一程，请大家起立。默哀三分钟。默哀毕，请大家落座。我们今天在这里送别这位早年就与瓷器结缘，晚年寄身玉窑市山水的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马牧之先生。其实我更愿意像平常一样称呼他老马。老马一生钟情于瓷器，十年前他就来到玉窑市，为玉窑市的发展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建造民谣博物馆，成立锦瓷学社，寻祖归根，挖掘瓷器残片，设立专项基金用于研究瓷器。他对御药师的付出，他为了宣扬瓷器文化而奔走呼号，他对待朋友的忠诚，凡此种种，都包含了老马的一片真心。你是老马的一片赤子之心啊！真是时候啊，要不然我真以为你能回来。说什么你？还有饼呢？你再回事？啊！干什么？你松开！啊！说什么？啊！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？这什么地方？马牧之先生追思会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特殊的场合？陈老，你们要挑事，选个地方，选个日子，不要在这里。陈老师，太监动手了，不用解释。好，告辞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先走了。景别再近一点。哎，对，把细节清楚。行啊。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嗯，去了挺多人的。科研也去了。嗯。他也回来了吧？要不你去看看他。不用。累了吧？吃点东西，补个觉。啊。不用，我那几个素皮应该好，我去看看。老大，那你小时候没有玩过这些？你小时候玩什么？你玩的是计算器吗？小时候学心算，玩的是算盘。那我就不能叫你老大了，叫你老大爷。那不起日，有些能忘记，有些注定无法抗拒，想坏情绪。我早就不是你老大了，我也不想当你朋友。我喜欢你，我想你当我女朋友。才知多么不舍，
从分离，有些渐渐成回忆，有些只是等待重聚，像日夜在朝夕，想你我爱之不易。秦厂长，最近拖欠了你们的款项，实在抱歉。理解，我们都很敬重马先生，他为玉瑶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如今他这么一走，我们大家都很伤心。我这边也会尽快的联络千和，希望他们加快审核的进度，有什么消息我尽快跟你联络。好，我相信你，等我碰见老蒋，我会帮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。真是麻烦你了，多谢。喂，好，你那边去问一下财务，我们现在流动资金还有多少，另外把我跟君阳的薪水也算进去，然后你再去跟对方沟通一下，看他们能不能够先预付给我们两周的费用。下午我会去文旅局找程局长。行，你那边有什么消息，我们随时联络。好，先这样。在家里是做什么的来着？嗯，我是小的时候跟我妈一起长大，然后我妈在我们那儿开了一个小店，做点小本生意。哦，挺好的。臭小子还挺有眼光的。饿了吧，敦哥？要不咱们不等了，吃吧。不不不，叔叔，我们再等等，没关系，等等阿姨。我刚给妈发了消息，她说她马上就到了。好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让你等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一块吃饭。真没事，真没事，真没事。正好，叔叔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嗯。好了多久了？刚在一起没多久。爸，格子家的条件可以。你喜欢就好。哎，走，坐吧，不等了，吃啊。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就是邓格？对对对。你是小满的朋友？嗯，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跟小满是室友，现在我们也住一块儿。我工作室还有点事儿，你慢慢吃。以后让俊俊带你到家里吃饭。妈好。哎呦，我自己打车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柯岩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你接着说。我说只靠 SC 给出的投资，我们后面的项目恐怕项目可能会停摆。马先生的资产管理委员会
个项目重新做评估，千和集团的高层也在等他们那边的决定。你知道这个资产管理委员会派来的代表人谁吗？柯总，好久不见。这才几天啊，就颓废成这样了。自己不可以畏惧，但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。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孤寂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紧紧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，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。Don't